快走快走盖这么多小木屋，你就这面墙，这么多僵尸，我怎么活下去？不行，我们一定要活下去。我们需要更多木头，木头。慢，等一下，我算一下总共要几根木材。小木要24片啊，一片要5根的话，快没子弹了。数学不是我的强项啊。
Rocket shot!干！小心！你干嘛、啊？我刚以为我变僵尸。白痴哦、喔，你也太认真了吧！明日之后的第一个末日，你想和谁活下去？是朋友、家人，还是女朋友？啊，抱歉，我忘记你没有女朋友，但你还是可以和单身的朋友们杀僵尸、搜资源、盖房子，大家一起用力的活到最后。明日之后，下载不用钱。我打到了好不好？我要玩！僵尸！我不是僵尸，我小孩，那么多僵尸，一个人玩会怕？几岁了怕僵尸？我九岁啊！我要玩！僵尸！影片结束喽！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一定要订阅《夜市特工》。很多观众都是那个外国人，英文讲得不太好，那就请我这个很会讲外国语言的女朋友。Marina, 来帮我讲一下。If you like our video, please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もし私たちのビデオを気に入ってくれたら、ぜひチャンネル登録してください。ถ้าชอบวิดีโอของเราก็อย่าลืมกดติดตามด้วยนะคะ。ให้ดังคิดเที่ยวสวยเก่งกว่าชุมชน。